上周开的一个多单，当时很快就达到止损了，因为当止损是在这个位置，很快就达到止损了，就结束了。刚才开了一单，刚才开了一单，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开了一个空单，开空的位置是1627.8，止损设置在这个地方。看它接下来怎么走吧，因为开单逻辑也就是差不多，也是做了一个熊企。把它看成一个熊市来对待，对待这个位置刚好突破这个点，看能不能往下面走吧。